你好，你好，吃点什么呀？一碗白粥，一个烧饼，两个油条，一份麻球，一碗咸豆腐脑。老王，看看白粥做好了没有？好嘞。其他倒都做好了，就是白粥还在煮。你看要不要换豆浆啊？我们的豆浆都是不兑水，特别浓。不用了。真的，你试试呀。我朋友得了肠胃炎，得喝白粥。哦，这样，那行，那你坐着等会儿吧。怎么来这么早啊？他昨晚吐了，我怕他醒来饿。哎，你对朋友也太好了，我老公当年追我的时候都没对我这么好呢，对吧？啥时候早上6点给我买过早餐？怎么没有了？当初我追你的时候老怕你饿着，经常喂你吃东西，你看都吃成啥样了。再说一次呢。哦，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赶紧给人家打包去。好嘞。喂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赶紧送双球鞋来南科大，我下午就比赛了。昨天晚上鞋湿了，晾了一晚上也没干。这南科大宿舍还不让用吹风机。你让阿克他们帮你送吧，我不在学校。他俩都不行，不然我能麻烦你吗？那你自己回去拿。我这不是在集训吗？不然我能在这儿待一晚上吗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，这点事你不会不帮吧？要不这样，你打之前我帮你报销。我在医院。啊？你在医院干嘛？你怎么了？子彤住院了。啊？你看啥呢？体征监测仪。看它干嘛呀？想让它通电。你有网瘾啊？醒了就快吃早餐吧。白粥。我吃点也没关系吧？我都吐完了，肚子是空的。你看。你是司徒墨吗？嗯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是肠胃炎，这些东西可不能吃啊。我喝白粥呢。那就好，一会儿刘医生要过来查床，要是被他看到，你肯定要挨骂了。这些东西不能吃啊。嗯，好好休息吧。你干嘛？让开！不行。为什么？不准你看我女朋友。
看来已经痊愈了。我头发真的很油啊，你有皮筋吗？你觉得我会有吗？啊，说的也是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办下手续。好。你来好。谢谢。你以后别吃螺蛳粉了，那东西多脏啊，吃完肚子又痛。知道了。我请你吃好吃的。这不好多了吗？就不让人省心，还难受吗？还行。怎么来的？这么快？就来了呗，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吗？师傅，修得好吗？我赶时间呢。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。您将驶离限制区域，将要断电，无法还车。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吗？给我拿吧。这次又是你帮我大忙了。不过怎么会是你陪默默来医院？他现在路上遇到了，我求他陪我过来的。你不用扶着我，自己能走。你好了吗？哎，你慢点。刘医生，你男朋友呢？啊，这是你男朋友找来帮忙的吧？男朋友？哎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不要三天两头往医院跑。你看这两次把你男朋友着急的，要再来一次啊，你男朋友脑子要出问题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刘医生，不是这样。哟，男朋友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等我吗？走吧。